那个我去五分钟啦，五分钟来结束。那即马准备放一首二十二二八的歌吼，我来准备好，我来放。先咧，我较会，其实是即十年来吼，我会使讲是做一个台湾文化的消费者拢无创造。啊，到最近吼，阮孙吼，伊伫咧大汉，咧三四岁开始咧学台语，啊，我想讲，是毋是在买出个台语童谣来教？啊，其实十年前吼，林心如出第一部叫做《水果歌》的时阵吼，阮就有编曲啦吼，用迄款舞台剧的形式，伫阮教会主流啊演过啊。啊，即摆来，即摆因遐拢大汉啊，吼，啊，即摆孙啊要买迄个水果歌，煞买无安尼。啊，我伫因汤咧找嘛，拢找无。到尾拜托大龙去外买吼，啊，才寄一部来啊。哦，我是讲伊即个创作，做哩那难记啦，吼。咱若在座即摆可能若有囡仔，我是建议讲买一部安尼。吼，啊，伊是呾好个部分，即伊吼，伊即每一本画册内面拢有一块 CD， 吼，啊，每一块。拢总有十条歌，啊！伊分类就是讲按地理吼，因为林心如是伊是心理学诶，即幼儿教育诶博士吼。啊！伊博士本地大代了，心理学要甲过来，煞无名，怎煞袂当过来？啊！伫美国公文部啦，啊！伊又教侪足久，到几年前才倒来做幼教诶工作啦吼。啊！伊好诶部分就是讲，你看。即第一重要，啊！你若即二十条歌甲拢甲学起来，啊，台语学起来，你台湾的地理也学起来，吼、哦。啊来，吼、哦，像咱这小动物的重要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点心歌啦，啊，有事啦，吼。咱若迄条歌若好写，咱开始放。